方孝孺和蛇的故事。中国明朝有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方孝孺，他曾经帮助明太祖朱元璋开创天下，太祖死后他又协助惠帝治国。方孝孺学问渊博，以忠义孝顺广为人知，但是这位忠诚的方孝孺命运却十分惨烈。由于他后来拒绝为篡位夺权的燕王起草登基诏书，所以被燕王诛灭十族。他在历史上可能是被诛灭十族的第一人。给我杀！不好了，燕王进城来了，快逃呀！我现在是大明朝的皇上了。燕王，要想当皇上，那您得先颁布登基诏书，昭告天下才行啊。嗯，说的有道理。这份诏书一定要找位文采好的人来写才行。你说朝中哪位大臣的文笔最好啊？要说文笔，那大学士方孝孺可是顶呱呱的。可是什么？可是自从燕王您攻入京城，朝中百官都投降了，唯有这个方孝孺一直宁死不屈。我就不信他不怕死。来人，给我把方孝孺带来。是。不一会儿，方孝孺被带到了燕王面前。燕王命令他起草诏书，昭告天下。方孝孺，你为本王起草一份登基诏书，就说燕王为了保护大明江山而攻入南京。哎呀，怎么了？你这个方孝孺，你写出这种话来，难道就不怕我灭你九族吗？哼，你这个阴谋篡位的燕贼，别说九族了，就算你灭我十族，我也要骂你。好你个方孝孺，今天我就要灭你十族。来人，给我把方家老少全部抓来砍头。根据过去的历史，只有诛灭九族，又怎么会有灭十族呢？为了诛灭十族，燕王于是将方孝孺的学生和老师列为第十族。为何如此忠义孝顺的人会受此报应呢？虽然方孝孺现世忠义孝顺，有无量的功德，但是相传他被灭十族是因一段祖上作恶杀害生灵的公案。话说在方孝孺未出生之前，他父亲选择了一块良地，准备造坟遗葬祖先遗骸。这地方可真是块风水宝地，就将祖先的骸骨移葬到这里吧。然而就在当天晚上，方员外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仁者，你所选的风水地点正是我居住多年的宅邸，我求您可否先延迟三日，等我的子孙都搬走了，阁下再掘地造坟，我一定会报答您的大恩大德。您一定要等我们三天时间啊，三日后我们一定会搬走的，三日后方可掘土。原来是场梦啊。老爷怎么了？没事，刚才做了个梦，梦到一位红衣老人要我三天后再掘地造坟，还说什么他家就住在那里，请给他三天时间搬走。这可真是个怪梦，要不我们就等上三天再掘地造坟。梦境是虚无缥缈的幻想，不值得相信，况且我们已经择了吉日，掘地造坟怎可以延迟三日呢？明天我就带人去开工。
方员外梦醒之后，并没把这怪梦当回事。天一亮，他就带着工人去选好的那个地方开工掘地了。就这里，快挖吧。好的。当工人们掘到十尺以下时，意外发现一个洞穴，穴中竟有红蛇数百条。哎呀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风员外，您快看呐，我们挖到了一个洞穴，里面有好多红色的蛇。哎呀，这么多蛇，要是一条条抓起来得耽误多少时间，这样的话今天肯定没办法把坟造好。老爷，你说这红蛇和你昨晚的那个梦有没有关系？该不会是他们给你托的梦吧？哼，我不信有这种事情。继续施工，今天务必要把坟造好。风员外，您看这些蛇要是不清除出来，我们怎么继续挖呀？这些蛇好办，用火直接烧死不就行了？就这样，方员外一把火把洞里的红蛇全部都给烧死了。当天晚上，方员外又梦见这位红衣老人，他满面怨恨，咬牙切齿地站在方员外面前。我昨晚真心地哀求你，谁知你竟然将我873个子孙全部烧死在大火中。你如此狠心剿灭我族，我亦要诛灭你族。后来方夫人生了方孝孺。哦，我有儿子了，我的儿子将来一定是个很有出息的人，我就给他起名叫做方孝孺好了。长大成人后，方孝孺官居翰林学士，学问渊博，忠孝双全。然而因果报应是涉及三世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也是重重无尽、复杂牵连的，难以反省测度。谁知方孝孺正是那位红衣老人来投胎的。方孝孺的父亲烧死红衣老人的子孙873条蛇，而方孝孺被灭十族，正巧也是873人。因果报应真是不可思议啊。南无阿弥陀佛。